请您欣赏《梦中欢》，表演者郭德纲、张文顺。来的人可是不少，哎，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对，有贫有富，嗯，人人都不相同。是啊，太好了。哦，大伙儿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需要介绍一下，您自我介绍介绍。我是一个很有钱的人。看不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大伙来的都知道啊。哦，这个老爷子叫张文顺，是我。后边有李文山、王文林、邢文昭，对，这都是穷人。跟你比就是穷人。我是有钱的人啊。你有钱？这坐公汽车来的，这个王文林更惨，走着来的。西三旗中，就西三旗，昨天夜里出来了。昨天夜里，夜里就出来了。走一天，你看这啊，你看跟咱怎么比？那您呢？我是开车来的。我，好啊。车里的没安暖气。我是开车来的。哦，这两天这车也不怎么有毛病。怎么了？怠速低，我以为是化油器翻了。今儿刚才看看才知道。啊，是。脚蹬子掉了。您要车要这样啊，您这车脚蹬子掉了，您这尾气都不合格，是不是？是不是？嗯，说句良心话，啊，人有穷富，我还有阴阳，那么假啊？我当初也没钱啊，我也曾经很落魄，是啊，我愿意跟大伙叨咕叨咕啊。您说说，当初穷的没法说，啊，是吗？住的房子千疮百孔，呵，门口过辆自行车，一飞闸，嘿，就塌了。好的，经不住上这地步，嗯啊，一两天不吃饭很正常。呵，瞧谁都像老饼，饿眼呢，这怎么弄？这是感情，这人要是穷急了眼，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那倒是，你说我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我得发财。是啊，我劫银行去。劫？可能国家不让。干嘛可能啊？压根就不让。是吧？嗯，我劫道吧。那天我真去了，嚯！我真去，我拿把刀，你瞧瞧，我站在胡同口，哼，等着吧。你一会儿来女的，往外一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你瞧，拿钱，一问才知道，怎么样？这是一下岗女工，越说越可怜，我给了5块。这么办就对了。我一琢磨，要到这样劫道，再有半年连房都卖。劫一回赔5块钱，怎么办呢？怎么办？一走到燕莎商城那儿，我就掉眼泪。你哭什么呀？这么大的买卖，什么时候是我的？别做大梦了，您别做大梦了。长志气。长什么志气？存钱，攒钱，给他买了。存哈月一扫去了。怎么样？连这门都买不下来。那门就15万。这是当初。哦。后来怎么就行了？后来怎么行了？这也是该着怎么着啊？啊。有一天走到那个东直门那儿。哦。晚上夜深人静，是啊，打我跟前儿，咦，什么？过去一辆车，什么车？屎车。那玩意儿一闻，闻呵就香了。不是，那拉粪的车怎么能香呢？那屎车，是什么叫屎车？屎管的车。嗨，您就说大屎管的车去吧。这辆车啊，啊，不是香屎都呕透，哼，太好闻了。嗯，后备箱一开盖，怎么样？掉一大编织袋来。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瞧瞧，离着这个路灯底下啊，别拉锁啊！嚯，怎么了？都是美金呢，美元，都这么厚一沓子，哼，有钻石，哼，半斤一个，瞧瞧啊，这人家的呀，金条，哼，我简直就是我的了，这什么行为？平地一声雷，陡然而富，转眼富家翁，瞧瞧，谁想得到？呵。郭德纲发财了，发财了，又回家去数，数数了半个多月，怎么样？5000多万美金，嘿呦妈呀，还了得吗？怎么花？想当初穷，现在有钱了，有钱了，我得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怎么报复？吃喝玩乐，享不尽人间富贵。先说吃，吃常来的事吧。啊，都吃什么呀？担子面、炸酱面、哼，牛肉面啊，鸡蛋面，哼。串儿，哎呦妈呀！我烤一大肥腰子，哎呦妈呀！不用，前面为了想这个，好像想那口，来件带领的褂子，带领的褂子，买一条矿泉水吧，哎呦妈，买一斤西瓜，呵，一斤，
买馅儿饼，买馅儿饼，炒锅巴，啊，买俩地鸡，一看显一数字，行，这回在纯情车，咱们也不划价，我二十块钱还划价，真太惨了也。要多少钱给他？不叫事儿，北京城大部分买卖都是我的，收过来的。都什么买卖是你的？电商是我的。想想，电商知道吗？知道。电商我的。是啊。赛事你我的。呀，收我。收过怎么样？完了，手来手都是我的。都是你的了。你信？你给信啊！你信？哦，信，我信，我信。你上那个赛事你信？哦，信。那一万七一件的球衣大衣，等完你到那一提，我马上就给你。马上人就给我了。送出去。我一人去了不行，咱俩人一块儿。哎，您跟着就报警了，就抢人家，给人穿了，这谁穿那个现在？嗯、是不是？我的都是我的。还有什么是您的？京津唐高速公路怎么样？我的。京津沪高速怎么样？我的。京沈高速怎么样？我的。京九铁路您的？铁道部的。废什么话？那个货车是他的火车哦。那个轨道跟那趟路线儿，那是您的，也是铁道部的。您这不都废话吗？我说倒过来，他不卖给我，人没法卖，他不卖给我，不卖不卖吧。啊，买车，咱自个儿买车。哟呵，我一气买了40辆车。四十辆什么车？一人买车一辆俩的，咱们四十辆车。四十辆什么车？奥拓。嗯，奥拓，奥拓，奥拓。四十辆奥拓。奥拓啊。40辆奥拓干嘛用？四十有用啊。啊。40辆奥拓排好了，拿铁丝都吊上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就那假铁路受不了，我就爱跟铁道部怄气。啥子？你不卖，咱自个儿弄。那年啊，玉泉园嘉峪城着火，站马路边看，一点都不心疼，烧心，是往心里去。你是往心里去，没你什么事儿呢，你这讨厌讨厌，这个车子开腻了，奥拓开腻了，这玩意儿弄点什么新鲜玩意儿？那有钱得想点新的。哎，看老电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有洋车呀。您说这黄包车，这现在可没有。哎，现在没有了。这没坐过。是啊，我来这怎么样？好，来，这可以给定做的。这坐一下，花钱啊，设计图纸啊，把这车辆厂子又坐一下。对，黄金打造。黄金全金的，全是金的，哼，安着宝石，哼，蓝宝石、红宝石、黑宝石啊，都安好了啊。有脚铃懂吗？太懂了，拉洋车的白虎，坐在车上打脚踩，叮当叮当，几个？有钱人安俩，一脚一个，我这仨，我这仨，不是仨人怎么踩啊？我西郊哥里拄着冰棍儿啊，俩脚一脚踩一个，手里那棍儿还杵一个。这趟回头比拉车的还累。对了，您这手脚乱忙。就是有钱的，嗨、啊，有钱折腾吗？太有钱了，买帽子，买礼帽，17顶17顶怎么戴？那戴上好看吗？跟烟囱成精似的。我说那玩意儿寒碜。6月3伏怎么样？狐狸腿大衣，4件4件那么穿。那不热吗？底下光是屁股。再看啊，这玩意儿太有钱了。嗯，这个吃它是有限的。这能吃出多少？能吃多少钱啊？花钱上外边花去。对，出去糟去，出北京旅游。旅游怎么样？好啊，天下美景看一看。对，都转遍了。都转哪了？6朝古都咱都去了。啊，都去。大兴啊，通县、延庆、昌平、平谷、密云、怀柔。不，我都去。你们这回你老家看看去。啊，不开眼的黄山县呢。啊这都您去这都是北京，没出北京的名胜古迹啊，都转遍了。后来有人说你不能可着北京转，就是往外走，远点哪儿呢？选一个世外桃源，哪儿？保定，200里地，好地儿啊，好地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那这么好地儿？听说最近天安门要往那边挪吗？没这事儿。没这事儿，保定好地儿，保定怎么好地儿？有句话吗？哪上有天堂，下有保定。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下有苏杭啊？什么苏杭啊？反正没保定。有一歌夸保定啊？啊，怎么夸？有一歌夸保定，怎么夸呢？保定府美景盖世无双。花一草死了几的姓姜，我今儿才知道苏州跟保定一个地儿。好，去吧，去，来到保定。
瞧，怎么样？大街上人来人往啊，敞开的来啊，吃喝玩乐是，老弟好吃的东西太多了，也有啊，驴肉火烧，驴肉火烧，驴肉火烧，怎么都是驴肉啊？怎么都是驴肉火烧？你又不加驴肉啊？那还是火烧啊？吃，玩儿就吃啊啊！吃饱喝足了啊。酒店吧，来来，找一宾馆，找一个很好的酒店。什么酒店？保定最大的酒店是什么名字？叫驴火国际酒店。怎么还离不开驴啊？啊，驴火啊，老板原来是卖驴肉火烧发家的。哦，啊，住，全包起来了，都包下来。这七层楼，别拍了，收拾完啊。这回可发财了，这位发财，不管楼上楼下，敞开的坐啊，早晨起来饭厅里一坐啊啊，四十多个服务员伺候我一个人，伺候你一人，把门都干好了，大桌子铺着台布啊，来块展桌，人家叫展桌啊，那叫口布啊啊，大当衣裳，对对对对对，塞好弄好了啊，这都摆上了，哎，红酒啊，啤酒啊，白兰地呀、啊，什么这个沙拉呀、啊，果盘啊，玉子酱啊，火烧啊。啊忘不了本命食，他说加点鱼子酱，吃饱了站起身来扒嘴啊，出去玩去玩去，服务员都站好了啊，服务员先生慢走啊，先生您好，先生慢注意点啊，好点还纯保留味儿，我功夫学的普通话，你管我干嘛去？上大街啊，哎呀不错呀、啊，好，东瞧瞧西看看，嗯，大对过来了一个人，哟。这个岁数得将近80岁了，年纪很大了，这个头发都牵着，要一脸的滋泥，谁呢？瘦长脸哦，戴着珠子，哼，大高个儿，哟，一肩膀高一肩膀低，哎，走到我跟前，咕噔就跪下了，啊，德刚，熟人，你是德刚大哥呀？啊，熟人，是德刚大哥呀？你谁呀、啊？这谁呀、啊？你谁、啊？谁呀、啊？我是张文顺的父亲。我父亲，我爸爸也这味儿。德刚大哥啊，你不认识我了？哟，您怎么这么落魄呀、啊？这是谁非礼你了？是怎么着？多惨无人道啊！穿的戴的这身上下跟个乞丐一样，甭问了。你等会儿啊，我就不明白了啊。爷们儿，我爸管你叫大哥呀。人一穷啊，他就只能拿辈儿找齐，你知道吗？有钱大三辈儿，没钱小孙子。再一个，他是个说，他是有求于我，我能答应吗？对，能答应吗？我说也不能答应，我身份了。哎，起来，兄弟，来，还是答应了。我不这么都不起，是吧？我说您怎么这样？不说不错吗？在北京啊？我爸爸上那干嘛去了？我跟你说呀、啊，行行行，下来下来。这个相声啊，我爸上那干嘛去了？告诉你啊，嗯、我差点没死在这儿。我爸爸啊，我一直做生意，你知道吗？我爸爸是搞建筑的，我知道，我是搞建筑，带着一帮工人干活。是啊，接了保定一活，我没死在这儿。我说怎么回事？什么活啊？嗨，带着人来，都弄挺好，人家图纸给我，一看呢，盖一40米大烟囱。哦，我说弄吧，都盖完了，人家本家来了，兵帮五次打我一顿。哟。怎么给人盖的？图纸看到了，实际是挖一井、啊、上下差80多米。哎呀，你不是倒霉碎的吗？没打死我呀！能不打你吗？一分钱都没给，能给钱吗？工人也都跑了，嗯、剩我一个人跟这儿 啊，沦落街头，我怎么办呢？我啊，混到保定了，你得帮助我啊！没得说，没得说，走，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这还跟咱们那个驴火啊？您那国际宾馆酒店那儿啊，赶紧吧，别洗澡，换上衣裳、啊，都弄好了，把饭店经理叫来。这个人啊，可不是外人哦，这是我们北京有一个著名的艺术家张文顺先生的父亲，我啊，他叫张老顺，我们这字儿都挨着呢。一大户人家都排字，行了行了，对他啊要客气，嗯，一定要客气，我的钱就是他的钱啊，他想吃什么给他弄什么，想睡哪儿就让他睡，知道吗？嗯、想怎么着怎么着，你跟他说吧，他就是我就是他，我们俩是一个人，你就是我爸爸，你干脆你就是我爸爸就完了。您这辈儿上找点儿吃 啊，但是您够朋友。哎，对对对对，您还真没想到，嗯，慈心生祸害，怎么了？真的，还有什么说什么？怎么了？你父亲这人性太次了，干什么对不起？
提你的事了。那天我出去办事，赶等饭回来，怎么样？你们老爷子给我来个卷包会，不能吧？一分钱都没给我留啊！哟，所有东西、所有的衣服都弄好了，雇一搬家公司的车就拉走了，多狠啊！给您坑了，我都傻了。哪有这样的人呢？是啊，经理直劝我，关先生啊。别着急，别着急，不要紧的。天下这事儿啊，多着呢，什么人都有，是不是？你在我们这儿住了不少日子，也花了不少钱了，孩子，赶紧回北京吧。我也不能看着你这样，是吧？快点，打开保险箱，嚯，给郭先生拿一毛钱。咱们的人缘，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了啊！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想当初我住在这儿，马上来叫上去，灰心四土，仗义疏财。现如今门前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不就这几毛钱吗？我一咬牙，一跺脚，一捶胸，一狠心，得了吧！不要，给我吧。嗨，一毛钱要他干嘛？一分钱是白给你啊！揣着一毛钱出来，这会儿已经是十冬腊月。雪纷飞啊，走到保定大街上，自己看自己这身衣裳都惨了。我穿的什么呀？光头没有帽子，上身穿着一件棉袄，说是棉袄，就袖口这有一两棉袄。那翻毛大衣啊，六月穿过去了。底下穿着塑料的一条西裤，穿着一双塑料的拖鞋。瞧瞧，走到大街上，迎着这个风，寒风扎骨头，寒风刺骨，死的心都有。别介，想一想原来啊，花钱。都不像事儿，现如今一眨眼的功夫，我穷了，没钱了，哎，怎么了？在中途啊，不由人，伤心。穷还带着家伙呢，我也纳闷儿啊！穷成这样，谁给我添这一摞呀？谁给你添这一摞呀？怎么样？旁边小饭馆怎么样？伙计给这客人撤桌啊，端出一火锅来，咚，蹲在门口。哦，我一想，哇，怎么样？这东西难吃我呀，涮肉叫火锅啊？是啊，这飘着有肉片儿，有油麦菜，是啊，有鱼丸，哼，这得着吧？捡着。周围没人呢，没人。往前真身进步，走到怀里，哎呀，热，太暖和了。跑，拐弯抹角，抹角拐弯，正好旁边修桥啊，有一大桥墩子，北风北的阴凉。哦，就这儿吧，这儿先吃点东西，暖和暖和吧。走，一瞧这里边太丰盛了。是啊，这个什么？肉片，肉片。这个什么？是鱼丸。哼，这是什么？这虾丸。哼。这什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和那鱼骨是什么呀？小骨怎么了？这是假牙。嗨，谁把假牙掉里了？我一尝，整个上面这半片儿扔了吧？扔了可惜啊！那干嘛？可惜，找一根棍儿绑上当养牢用。他那不糟践东西。吃饱了，喝足了，老板养养，还咋养养？抱着火锅，拿着火锅，可是桥墩子睡吧，睡啊，睡吧，正睡着呢啊，迷迷糊糊
正是三睡不睡。哎，那这四睡不睡，我还漏一睡。是，正穷还漏睡。就这会儿功夫啊，啊，就听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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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什么响？睁眼一瞧，呼，怎么了？跟前儿停直升飞机。嚯，嗯，哪来飞机呀？哪儿的呀？我赶紧坐起来。哦。把我这武器就是眼睛挠套出来，嗨，那没用。那就有人抢我这火锅怎么办？过来我就挠脸了。门一开，打里边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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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蹦下十个大小伙来。什么样？都是二十郎当岁，嗯，倍儿精神，一个个都大背头啊，穿着黑西装、白衬衣、黑领带，底下黑皮鞋，戴着手套，一人还弄一墨镜。全上。这电影里边黑社会，这不是一帮黑社会吗？啊，十个大小伙子啊，这黑天半夜，我今天神哪边这是啊？就是干嘛的？这有个事儿，十个人站齐了，挺齐，顶头再说句话，好，罗拳，过过，呵，全转身啊，站一排，一个一个扶着肩膀，吓死，十个吓死，怎么操的？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啊、头一转那不是啊，我这边头一转不是，咱俩是走不了道了，没错没错。来了跟前儿，跟我四目相对，怎么样？我傻了，你别过来，脑粉啊！你什么地看我？什么？把眼镜摘了。顾老爷，您好。这不对呀、啊！你们让亲戚？没有啊，那怎么叫顾老爷？叫顾老爷啊？他喊什么？先生、哥哥、兄弟、叔叔、大爷，对，这都可以理解。是啊，叫顾老爷，这是怎么回事？甭问呢啊！这里边这一姑娘，那当然了。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说这个，你找谁呀、啊？顾老爷，您别这么装了，找您我们可费了大劲了。瞧瞧，你找我啊？你认错人了吧？嗯。不能，就您这样的陌生户我们都认识。找您啊，我们转了半年多了。您瞧瞧，都累坏了，开着这飞机各处找您。瞧瞧，我们去的地儿太多了。哦，我们走清河、沙河、昌平线，南走青龙桥，上庄的怀来县、沙城口岸、下河源、新庄、西瓦、沙井、云南、张家口、白龙江，五通各样好伙食啊。接下你就说什么事儿吧。对，您怎么了？您怎么了，顾老爷？没别的事儿，接您回家呀。您且回家，瞧瞧，他让我跟他回家，那您怎么办？不是，我不去。我现在沦落成这样啊！这回家里人多笑话我呀！不是，您说这句话什么意思？我得问问啊、哦！我得问问。要说别的，找儿子、找孙子这都没事啊，真的没事、啊。跟着上家去，一瞧错了，你不能让我白走吧？哦，你不得给我俩钱吗？是不是？对。唯独认姑爷，这认错了受不了是吧？这非挨顿打不可。那怎么办？我就问问家里人多不多啊？您这电话是问？我问差不多。不是，笑话我。哎呦，顾老爷您怎么了？家里哪有别人呢？啊，我们这些是工作人员，是伺候您的，就是老太太和姑娘一人，您怎么还多心？哦，老娘，就一老太太一姑娘，瞧瞧，你说这事儿，你信不信？我跟人看看去。来，瞧瞧，来吧。上了飞机，开了有20分钟，哦，分期缓缓落地。我一瞧，哎呦，这大孩子多大？金碧辉煌啊！嗯，简直能跟故宫相提并论。是啊，眼旁边人都站满了。哦，鼓乐齐鸣，欢呼我。门一开，由打里边四个老妈子搀着一个老太太出来。嗯，甭问，这老太太是本家的老奶奶。那怎么证明？绝不能四个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哦，对，搀着本家。我赶紧来了，这样。干嘛赶紧捂脸呢？防脸，别人不万一认出来怎么办呢？哦。跟着有人过来就搀着我，赶紧拦着，快！一脑袋坐子坏了，怎么了？我这二两棉花出去了。哎呀，得什么假袄了？算你改假袄了。哎，迈步来到里边，老太太很高兴啊。哎，这孩子就是这么命啊！说一回走了，说一回走了。瞧瞧，这回行了啊！可把你找上来，快洗澡去吧。得，趁着好多水味，嘎溜我都孜然味儿。哎洗，这回痛快快洗洗洗干干净净怎么样？弄点八四啊，来点那铁锅花啊，拿小搓往上搓着泥，弄干净，穿衣服吧，穿衣裳，抽一秋裤啊，毛衣毛裤，嚯，棉衣棉裤，嚯，大棉袄、二棉袄，棉袄样套一毛坎肩儿，哼，好了，你穿这么些干嘛？万一认错了，轰出去卖着身吃半年了。哈哈，都穿好了，四个工作人员把我从窗户就搭出来了。哎，怎么不从门出去？哎，穿这鞋走门过去了。来的这屋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啊，太讲究了。这摆着四个大炉子，都这么粗大，大火炉，那火苗9丈高啊，房子多高？7丈啊！哇，
那火苗那得防碍着，开窟窿走火苗，那不是折腾吗？往这一坐，老太太守了我啊？怎么守了？你这孩子真是，你哪能走啊？这家里都指着你了，万贯家财全靠着你了。哦，别走了，宅个好时间啊，让你们俩结婚就得了。瞧瞧，旁边有一老妈子说话了，怎么说？老太太，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别耽误了。哦，好。老太太吩咐下去，赶紧准备，让姑老爷今天就成婚。是这听见了吗？啊，他让我结婚，结婚，我能随便答应吗？那我得瞧瞧这姑娘漂亮不漂亮啊。要是漂亮，漂亮我就跟这儿忍了；但是不漂亮，我也跟这儿忍了。那怎么回事？我出去得饿死。嗨、都准备好，有人扶着我来到绣楼，一瞧这小姐太漂亮，大鼻子一闻，这姑娘身上一股子麝香，这人都长出麝香味来了，太香了。姑娘冲我一挥手，怎么样？这名媛放心就走，就这咣当一声可了不得了，大火锅也摔着，脑袋瓜子也欠着，脖子出一大口子。你不是说弄完了吗？桥墩子上睡觉呢，做梦呢。哎，咱们这边叫梦中婚改良，也是本来是传统节目。哎，咱们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演绎的非常的好。对啊，是学人家一点皮毛，哎，在这基础上呢有所加工。对，传统节目就是这样，你既不能一棍子把打死，哎，传统节目一点好劲都没有，这个不对。你也不能说完全的都继承过来，那个时代的事儿现在没有。哎，有的话现在听着呢，大家不太理解。对，你这样的前后呢，把它安排一下呢，是这个节目还不至于死。哎，是不是？哎，其实说句良心话啊，我这个人呢啊，比较喜欢一些新鲜事物。是啊，哎，新鲜。很关心这些事儿，嗯，这不咱们国家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什么规定？可以宰人了吗？是吧？我很高兴啊！哎哎哎，去年宰一个，行了行了，是吧？明年就别胡说啊！没有那日子，有什么时候也不许宰人，允许宰人了，现在允许了，怎么宰人？弄一飞船把人宰了，那个宰人上天，对啊，宰杨丽伟吗？是吧？对啊，先宰杨丽伟，什么宰的呀？啊，宰人上天，宰人上天，对，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哦。你说我干那个去，比这个挣得多吧？那当然了，这要当个飞行员上船，飞船上天，这一个月还不得一千多块钱啊？一千多块钱呀！我估计啊，药费能报销40%。哎呦妈！你这个，我跟天上花炸了，这药费报50%。我也想练这个，我得练这个。那怎么练？喜欢这个，我好干这科学的事儿，知道吧？怎么练呢？啊？怎么练？怎么练？人家说，首先说得练这个不晕。对，天上飞转，哇，不能对，好，不晕，这好好练练。来来，门口有一个小花园，哦，里边有这个小孩玩那个椅子，转椅，哎，坐在上面一转挺好玩。哎，我来这个，你先试，我把孩子都轰下来。哦，我坐上面，对，推我，来，哇，腿子孩子高兴，推我转，转了30多圈，停，咱停，停完了呢，哎，我那裤胆子裤哪儿去了？您那受不了，看来这个一般人还弄不了这个，练不了，练不了这个。哎，练高，练拔高，不运高也好办。对，站着挺高，往下看，对，锻炼胆子啊啊，练吧。哎，怎么练？练吧，哪儿高？哪儿啊？我离着国贸近。哦，国贸那大楼不高的吗？是。来吧，爬上去，站顶了，这往上看，我哦，太高了啊！那也得练着，怎么练着呢？来个警察向里喊，啊，哎，下来吧。嗯，工头答应给钱了，拿我当民工了。感谢朋友们啊，这个能力是假的，这个力气是真的。哎，不假。张先生最近身体不是特别好，哎，有点小病，也不是大病啊，对，身体爱自癌。他得一样就活不了，得喝点酸梅汤了倒是最好。我带点鸡尾酒疗法啊，管用是吧？管什么用？行吗？反正有时候大夫上后台也说，多注意啊啊！离张先生远点啊，这性病传染。姓没毛病啊，姓张一点毛病没有。张啊，对对对对，就说姓张。谁呀？反正身体不太好，哎，有点小病。但是呢，我们愿意老爷子身体健康。哎，对。所以说这次接他出来保外就医在这儿啊。从医院出来叫保外就医，有点事怎么？从法院出来叫保外就医，医院出来那叫家庭病房。家庭病房，对啊，
这是监外执行呢。这都这词儿啊。我也不利索呀。啊，我愿意您身体健康。哎，都这。愿意您身体健康。我原来学过医。您学了？我说相声之前学医。好。学中医，我曾经在同仁堂上过班。哈。真的，真的。但是那会儿啊，说两句话，站对台卖药，卖中药啊。哦。我不老安心，不安愿说相声。哦。愿说相声，同仁抓药被人抓错了。那也有点常识啊。人抓药抓错了。怎么抓错了？来病人啊，脑肚子。腹泻，哎，给我开药，开药，大豆啊，大黄啊，黑丑白丑啊，泻液啊，这叫泻药篓子了。是啊，我哪知道去？我还带特效药，都熬得了一大碗，去拿双筷子来，来，来，趁热来，来，喝了吧。这不篓子吗？经理说别喝，对，喝完死了啊！让着吧，让着吧啊！对不起您，这是您的药拿错了，他走了。经理骂我，你要疯了啊！他本来窜稀闹肚子，喝完这碗啊。非死不可呀、啊！那可不是吗？你太不讲理，好好琢磨琢磨吧。琢磨。还有这把药这事儿啊，怎么办？这国家财产，要不你掏钱给他买了，要不你喝了吧。我想你怎么？我想你怎么？我选择你喝，我哪能喝啊？喝完我也完了是吧？花钱买的不值当，怎么买这个买是吧？那着急呢啊！这大院里进了一个病人啊，啊，什么病啊？什么病？咳嗽。可说出话了，上呼吸道感染，俺没有，俺行，没事没事，放下来，把这喝了，来，真听话，拿着就喝，喝完转身出去，出了这个同仁堂五步，站那扶电杆子不动，我从经理出来了，啊，怎么这药呢？我就给卖，卖就卖这个，卖他什么病？什么病？他咳嗽啊，胡说八道，咳嗽喝那药管用？那能管事吗？太管用，你看着，哎，你看着还敢咳嗽没有？汤圆会唱得非常好听，咱们休息息。啊，来、啊，秋红大妈问家乡，新人路上啊，把地呀慢，坐里吊鞍，云母王见一位大汉手帕子上，前迎好像罗妇女，后迎好像我弟儿郎，本当两天相亲。是别有风味儿，好，唱上这段山东二黄，哎，有点意思啊。
券，那都买便宜，你知道吗？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很多观众对我们确实是非常的捧，谢谢大家，很感动。包括现在中午12点一过就有观众来，就今天我还特意早来的会儿啊，还有观众在门口冻着，我还得跟剧场说啊，中午尽量早点开门，哎，天也凉了，别让大伙在外边冻着。是啊，这个上周日演出的时候，有一事儿挺可乐，什么事儿啊？我也是说相声，坐在前排，我那儿有一个女观众，有一大姑娘。怎么了？她长得漂亮，是啊，好看，大高个儿，1.78米大高个儿，长头发啊，这两道眉毛画的，呵，挺鼻子，呵，大眼睛，假睫毛，啊，好看，口红，呵，我这么大的，行，穿着挺讲究的，嗯，坐在这儿啊，嗯，整个是正对眼儿，啊，是啊，我这说着，她看着，看着她这样。吓我一跳啊！什么意思？这差点忘词儿啊！什么意思？你说搅和，你知道吗？不敢看，不敢看就别看了。捂嘴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正活说完了，到翻唱小段儿，还是有点事儿跟我说啊。当时这演出完了，他们都不是东西。啊，我从这儿推一拉腿一看，都懂，他没懂。行，穿着大衣，懂大衣，往台口这看。我一探头，他正看见我。嗯，叫你我对，好好啊，赶紧给我穿衣裳啊，让回头归着，赶紧出来了。啊，我站在这儿，我拍就到这儿，他就回头看我。行，我让我出去，没走啊。真的，我到大门口，他下台阶了，送我。行，老板，来，走，走，这，跟人出去，跟他胡同口。啊，行啊，哎，没什么人了，赶紧过去，二大爷。什么事儿？不是，您说的我是什么事儿？我没事儿，行，不能，没事你干嘛？这样，那你连这个啊，我就这毛病嘛。说1万多遍了，我说旅游团不能干了，7万多外国就在胡同儿蹲着，这要涨成6万了，原来1万多人，比上礼拜人多啊！明天在咱们这还是相声大会，哎，明天晚上下午啊，不是下午，还是相声大会，明天是8场，我跟张先生是卖布头，哎，刘文路先生呢是大学唱，大学唱二家钱，嗯，唱河南二家钱，哎，很少能听，对，北京很少听到，很少听到，那有时间就希望大伙都来，哎，希望大家来，是不是？唱一个大实话了，献给大伙儿，哎，好吧，啊，有这小曲儿的大实话，哎。谢谢各位啊，听了1万多遍还鼓掌。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和星辰吗？日月穿梭催人老，半首诗伤多少的人。说地亲，地也不算亲，地产媳妇儿亲不算个亲，那为什么呀？背着丈夫外边闯情人呢，这可不对。他跟那个小白脸子俩人门子密呀，瞧瞧，全忘了张文顺的那么点子恩。我媳妇儿跑了，说小蜜亲，这个亲，小蜜不算亲，这还不亲呢？你拿出金银财宝，他献了。
有刀马死黄金井，怎么了？他跪着东西进了那张恩顺的门。我媳妇刚走，他来接班来。要说亲，谁亲？观众们亲，不假。观众演员。您这听两段相声就翻翻心，对，抱拳拱手啊，尊列位，怎么样？愿诸位啊，招财进宝，民日进斗金。学生郭德纲，张文顺，衣食父母门致敬。对，感谢您光临北京相声大会，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不错，有老先生也有小学员，都有。哎呀，让人心里很感慨啊。怎么感慨？观众是一天比一天的多，对，是不是？对，说明什么了？说明什么呀？说明大伙儿喜欢这个。哎，喜好相声的人多，喜欢相声，爱听咱们的传统节目。对，是不是啊？嗯，其实我们也没做特别大的宣传，没有，也没有说见天所有报纸都登我们，那没有，没有。对，但是应了这句话了。哪句？酒香不怕巷子深，哦，有麝自来香，何必用风扬啊。呵，大伙儿都知道有这摊儿啊。哦，跟天桥路上演出呢。是，咱们听听相声去吧。听听去。大伙儿都来了，就来了，不用喊。嗯，前门大街上买100个锣，嗯，雇100个人跟那儿敲着喊着啊，蒙不来人，非得是拿真能耐来。哦，您说是不是？对，这就跟打板卖艺一样。哦，您瞧街上卖野药的那个，嗯，拍着胸脯都拍出血来了啊！我这药怎么好怎么好？嗯，这都蒙人。这大药丸子这么大个一个啊，6两一个，嗯，切糕做的，治病不治病解饱。你吃仨你就吃不了了啊！谁吃了2斤切糕啊？是吧？站在那儿说这么好那么好，嗯，蒙人。哦，您上同仁堂看看去，那会儿有这个吗？没有，都很好的穿着衣服，很认真。对啊。跟这儿站着，那是买卖的风气，是不是？对，人来买药的了。嗯，哎，啊，那个问您点药，您说，您这售货员很规矩。嗯，哦，您好，您要什么药啊？什么药？这个，那叫什么牛黄解毒丸有吗？那儿有。嗯，您看看，都在这儿摆着了。对啊，这个。虎骨酒有没有啊？虎骨酒也有啊。虎骨酒有。嗯，你看在这儿呢，在这儿呢。你看您用得上吗？对啊。这个那个乌鸡白凤丸有没有啊？嗯，哎呦，对不起啊，啊，我得上仓库给您拿去。哦，瞧人家买卖规规矩矩的说话。对，什么时候进同仁堂一瞧，这几位嗯都光着膀子，剃着头，嗯，一巴掌宽的板带，哇，灯笼扣撒鞋，嗯，啊，这儿纹着带鱼，这边纹一条龙，嗯，纹一条龙，不纹带鱼，那叫龙啊，那叫龙，纹着龙啊，落黑胡子啊，啊，这纹着鼻烟，揉着铁球，跟卖野药一样，叼着烟卷，同仁堂哪有这样的？嗯，买药的吓坏了，是吧？是吧？这一进来啊，嚯，都光着机灵呢，哼、嗯。老贾啊，您这儿有没有那什么牛黄解毒丸呢？啊，哼，你要牛黄解毒丸啊？怎么着？有有。哦，那个，您这儿有那什么虎骨酒吗？虎骨酒，虎骨酒也有啊。哇，你要多少啊？要多少？啊，哼，没事吧、啊？他这个没事。那个，您这儿有乌鸡白凤丸吗？啊，乌鸡白凤丸怎么样？怎么着？我上仓库里给拿去。快、哎。啊！真练是不是？这是同仁堂吗？这不是同仁堂，打板卖艺的人。哎，对了，所以说这个来不得半点虚假，那不假，是不是？对对，第一啊，嗯，搞传统曲艺演出，第一要有人，
第二要有作品，是你就会两段，你来回这么叨叨不是事儿，也没人听。必须的，把这些传统的好节目、精华的作品都挖掘出来。哦，啊，下周六，下周六咱这儿有一个传统相声失传曲目专场，嗯，都是经常听不到的。哎，有时间您来。其实早先来说，这些个节目都是很平常的，那会儿经常上演的，是不是？对，传统相声1000多段啊，经过我们演员努力。怎么样？如今还剩下300多段啊！再努力就没了啊！这300多段还有200多段不能说的，哎，所以说对传统文化来说不能轻视。哦，不光相声，还有过去很多曲种、很多形式，现在都不容易听到，都得挖掘整理。嗯，对，比如说过去啊啊，相声专场开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有一种形式叫发四喜儿。哦，这是唱。您赶上了？我赶上了。您这岁数赶上了？对，全体演员开场之前一块唱。嗯，福禄寿喜，唱喜歌，这是4分。对，最好的词儿了啊，集体唱好听啊。是啊，禄幸小道连中3元呐、啊，禄凋零之口内寒，禄过小桥松林下呀，禄幸三中啊连中3元呐、啊，斗斗起斗起斗桥。他唱这个，哎，现在很少听得到了，现在没有了。这叫什么呀？这叫什么呀？这叫四喜儿。哦，发四喜儿。四喜儿之后是8掌。八掌一上台来，喜六神儿。瞧，一边财神一边喜神儿。嗯，财神手托着摇钱树，喜神怀抱着聚宝盆。对，聚宝盆倒有这个金马驹子在。嗯、金马驹子一上环站着金人儿、哎。金人手托着8个字儿吧，您嘞怎么样？哦、念诸位招财进。日进斗劲儿嘞，哎，二唱啊，现在8掌多好听啊！对，现如今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这种形式了，对，是不是？不光十不弦莲花老没有了，嗯，过去来说啊，很多的曲种现在也听不到了，都什么曲种听不到了？你看过去有一种竹板书，竹板书啊，过去有，没有了，现在是不是、啊、没人唱了？当初有一位关先生。嗯，关顺鹏、关顺贵弟兄二人、啊、哥俩唱这个，对，打着7块竹板唱故事、哎，嗯，多好听啊！好听。慢打毛竹，书又归了本正，打起了我的竹板，书开正风，是太监唱的本事，半部参书前后七过端，还有这么2-3段啊，没有把它交代清，哪里他丢来哪里找，我是哪里接着把它唱，哪里他忘了我就把它说来，你们各位接着听啊，奉请在座的众民工，因为我的热闹更好听。哎，这是竹板书，现在很少听得到了。现在这种演员没有了，是不是？对，其实这些个民间艺术都哪儿来的呀？哪儿来的呀？都是从民间来的。那不假呀。很多形式早先都是来自于咱们的民间小曲儿。哦，来源于那儿。很多小曲儿非常好听。都有什么小曲儿呢？啊，比如说啊，嗯、山东跟河北交界有一个小曲儿叫《和尚叹》。哦，有这么一小曲儿，和尚叹。和尚是不是出家那和尚？和尚大伙都知道，知道啊。出家的僧人。哦，叹为什么叹呢？他为什么叹呢？好面的怎么会出这么一个小曲儿呢？是啊，他有来历。哦，这您给说说。哎，这个我们经过研究和探讨啊，啊，现在知道这个小曲儿它的来龙去脉。哦，找着这个来路了。他怎么有的这小曲？怎么有的呢？他父亲就是和尚。您这个开玩笑啊！我爸爸是假和尚。对。他爸爸不是那个正经和尚啊，他不老的正经是吧？不是，我说他呀，嗯，小时候身体不好，到庙里啊、嗯、就这么拜这么一门，那叫跳墙和尚。过去有这说法啊，对，说家里孩子呀身体不好，哎，怎么办呢？到庙里，送到庙里去认个师傅。哎，老和尚这是他师傅。对，然后以后长大了呢，有一天呢，跟墙头这儿来条板凳，哎，一翻身跳出去。对，证明这孩子以后啊身体健康好养活，有这没风俗，是不是这么回事？对，那是您父亲小的时候，街坊一共是4个孩子。那会儿孩子都姓这个。哎、嗯，你爸爸最小。说他小、啊，是不是？哦，前面还有仨。嗯，这4个都上庙里，都是一村的。给老和尚磕头啊。都算他徒弟啊！对，这磕完头都站起来，磕完头得起法名啊！哦，起法名，哎，那个大个的，这叫法聪。哦，法聪，法广，法广，法名，法名。你爸爸是？我爸爸叫法郎，
对，发廊，嗯，这离那洗头啊、按摩不远了。不是，就什么叫发廊、啊？艺名啊，发廊，发廊、啊，哎，甭管叫什么吧，对，他有这么一名字。哦，庙里的生活是非常的清苦啊。那庙里可不是吗？没什么正经事儿，对，扫扫地、念念经啊，是不是？嗯、闲着没事儿，你爸爸觉着寂寞难当，哦、出来进去哼哼唧唧的，哎，出这么一个小曲儿，叫和尚派。有点意思、哦、这么来的好听那什么味儿啊小爷们小和尚头光光没头袈裟配身上小木鱼敲个饼棒念佛又爷们又烧香忽然飘过一阵风一股香味飘过墙阿弥陀佛是什么在啦啦啦地香什么那么香啊啊忘了说了、啊、和尚庙对过旁边这儿 啊就是一泥锅儿，呵，你说这怎么盖的？挨着盖，这近，这方便呢，是吧？这方便着，念个经舞的是吧？哎，办佛事，接个人是吧？这还有窗户，哦，飘着香味儿。哎，无独有偶，怎么了？这边有一个小曲叫尼姑探，和尚探完了，尼姑也得探，这玩意儿啊？尼姑探有什么来历吗？为什么有尼姑探呢？为什么呢？他妈就是尼姑，这跟那跳墙和尚一样。哎，对，都这风气，不是正经尼姑，知道吗？什么不正经尼姑？花尼姑，不是，不是正式的尼姑，不是正式的。对，身体不好，送到庙里去给老尼姑磕一头，图个吉利。一共是四个小姑娘，也是四个小姑娘。你妈最小啊？哎呦呦，我妈最小，又都跪着，帮帮帮磕头，磕完头，磕完头站起来，老尼姑给起法名啊。我知道这起法名，你妈最小啊，头一个起的，这叫慧明，慧明。会空会聪会空会空哎会明会明啊你妈这儿了到我妈这儿会明是吧离那炒饼不远后来改叫会面啊反正有名字吧、哎、打这儿起每天跟庙里待着哦庙里的生活非常的清苦啊尼姑庵也闷得慌没事啊除了扫扫地念念经、嗯、剩下给老尼姑捏捏脚什么的啊你说对那边发廊那边按摩是不是不是闲着没事儿除了进去硬唱啊啊哎有这么一小曲儿叫尼姑探啊这小曲儿怎么唱好听啊是啊尼姑坐在庙堂四季花儿为谁开放、嗯、背地里埋怨我的亲娘不该把小奴舍在庙堂人家的儿女成双配对儿啊可叹小奴我懒梳妆掐朵鲜花我插头上啊他也叫插不上带花怎么插不上呢为什么插不上为什么你妈是个秃亮光嗨剃头了就别插不呀、嗯、后来买头套弄上哎插上花那年头就有这个要说起来一个和尚一个尼姑、嗯、这一辈子俩人到不了一块儿他这对呀、啊、住的不一地儿天下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怎么巧这年这机会可来了什么机会四月份啊俩庙联合植树造林对联婚早晨起来啊、嗯、都上山种树去劳动给他们机会完了活一瞧上午九点怎么样说今儿干脆放个假吧哎呦俩庙门口搭个台子啊举行春季赛歌会对歌这边老和尚带小和尚啊这边老尼姑带小尼姑你说谁琢磨的主意多好多热闹 啊这边挑一小和尚这边添一小尼姑怎么样俩人上台对歌哦唱歌多整挑了你父亲跟你母亲俩人往台上一站跟一对小玉娃娃似的呵你说这千里姻缘一线牵着多巧啊、嗯、老和尚也高兴啊阿弥陀佛怎么了男女搭配老尼姑说干活不累呵这还上下句呢好啊、嗯、俩人一鞠躬啊开始唱你母亲先唱我妈先唱小尼姑啊笑嘎嘎叫了一声和尚的情根呀、嗯、你往姑娘的脸上看起面这是什么花什么花对花啊哦小和尚我笑嘎嘎叫声姑娘的情根呀、嗯、我往姑娘的脸上看起面就叫牡丹花好花牡丹花小尼姑我的笑嘎嘎叫了一声和尚的情根呀你往姑娘脑袋上看起面这叫什么花这叫什么花小和上我的小哥嘎叫声姑娘的情根呀、啊、我往姑娘的头上看怎么看怎么像个大松花对在松花蛋是不是刚剃的清虚虚的嗨啊本来觉得很幽默你母亲生气了我妈讨厌得讨厌伤自尊了太讨厌了嗯我妈怎么捋胡子呀啊
汗毛重，汗毛重，忒讨厌了啊！不跟你玩了，恼了，我走了。我妈走了，讨厌。哎，妈回来吧。啊，我妈怎么这么走啊？就一上这台子，崴脚了，崴脚了。哦，崴脚了，这是现崴的。都以为她不高兴啊，实际上来说，内心对你父亲充满了喜爱。产生了好感。嗯嗯，后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怎么样？两个人终于成功的就私奔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下得山来留起头发来，两个人拜天地入洞房过日子。那是以后的事情。三个月之后就生了你。哦，这一下没那么快，大痛快。对啊，没那么快。怎么了？打结婚以后算也得十多个月啊，没那么速成。10个月是吧？10个月，10个月多的。那我算错了啊，你按毛三狗四那么算的。行行，啊。10个月以后，呵，一家子过得非常的好。那当然了。哎呀，自打生完您，拿您当成掌上的明珠啊。那还是啊。啊，给您捯饬得很精神。哦。没事，您净出去遛弯去。是。其实那会儿您心里有个想法。什么想法？那阵儿都兴这个包办婚姻。嗯。您不愿意啊？为什么？您非得自己出去找去。这是我长大了以后，是不是啊？对呀。您跟您夫人两个人就是这么认识的。后来有一小曲儿，就说您二位这事儿。我们俩这事儿有小曲儿啊？你不知道啊？不知道。呵，你夫人姓杨。这不假，这不假，叫杨大嘴吗？是吧？什么杨大嘴？这什么杨肉头啊？不是杨大爷，不不，反正叫什么杨家的姑娘，你甭管了，是不是？哎，就跟杨家庄那儿啊，他住那儿，你有老玩去，跟那儿遇着，对不对？对，呵，有一歌吗？啊，唱起来这样的啊，是啊。在城东有一个杨家庄啊，有一位老财主，他本姓杨，一辈子无有儿，所生下一个女儿啊，这姑娘臭流氓。哎啊，不是，这姑娘长得强，长得强，哎，终朝每日盼享夫郎。嗯，这一日闲暇无事，站在门旁啊，走过来张文顺，俊俏的郎啊，一个膀子了高嘞，一个我招你了，没这个，这歌词里不这么唱，老词没这个，老词没有，金丝眼镜儿就在我的脸上戴，搞对象时候没戴眼镜，不戴这个是吧？你别添词了，哦。两手摸着，好，戴不戴？不戴眼镜什么都看不见，那还戴什么？弯腰施礼，尊姑娘，大姑娘长得实在漂亮啊！我看上我媳妇了。杨姑娘，看看四外无有人性啊！哦，低言巧语，口尊相公啊！我媳妇叫我呢。今天晚上。咱们俩人闷得密，这词儿不好。来看我家中吧中啊，我的丈夫不在家，咱俩人迷个冷啊。不是，闹了半天人家有主，不是不是，他爹妈不在家啊。对你，爹妈不在家，爹妈不在家，让我就打这儿起，两个人就认识了啊。呼，感情一天比一天好。嗯，有时你上那儿去，两个人一块儿谈谈天文呐、啊，论论地理啊，什么都聊，讲究古典文学啊。啊，待时间长，您不乐意走，他往外送您的时候也是默默。默含情，送我有歌吗？歌有一小曲叫《送情郎》，哦，说就是他送您。好嘞，好听着呢。一不让你又来呀、啊，二不让你愁啊，三不让你穿错了小妹妹的花兜兜啊，心要奴的兜兜是一个银锁链啊。情郎哥的豆豆八宝镀金送我的郎啊，送到了大门洞啊，偏赶上老天爷下雨又刮风啊，刮风不如下点小雨好啊。那为什么下小雨留着我的郎多待上几分钟，不乐意让我走。小妹妹送我的郎啊，送送到了大门南呐、啊哦，一伸手我是掏出来、哦、一块一毛钱，一块一，这一块那给我的郎买张汽车票啊，哦、这一毛给我的郎啊。买上一根中华烟，哈！小妹妹送我的郎啊，啊，送到大门
西呀、啊，我就一开头我就看见了有一个卖帽子的、啊，卖帽子的。我有心呐、啊，给我的郎啊买顶帽子戴呀、啊，要给我看颜色。红白黑呀、啊，没有哪个绿的。给我买绿帽子干嘛呀？跟脸色相配是吧？什么相配呀、啊？啊，要那个白帽子就行了。到后来你们两个人正经的结婚过日子。那、哎、结婚以后多好啊！好啊，继承你父母的优点呢。我们继他什么优点？没事就爱唱，还一家子都爱这哼哼唧唧。尤其那阵刚有了您那个。那小少爷，您的儿子，我那儿子，呼，大生完这孩子、啊，一家人啊，怎么了？出了进去不唱不说话，也高兴，说什么事也得张嘴唱。那他心里高兴。大年初三早晨起来，怎么样？一开门一瞧，享晴博日啊！你媳妇跟你商量，打算抱着孩子看看你老丈人跟丈母娘去，回娘家。谁家说话两句就完，到你们家非得唱着说？那么我们就这规矩，有点意思 啊！你跟这儿待着了，你媳妇跟里屋出来。我媳妇怎么着？啊，媳妇大伙不了解，后来是模特走这两步。风摆荷叶，我媳妇走道好看着呢。哎，就是身段也好，文顺，嘿，文顺啊，他婆婆这样，我媳妇怎么还这样？他这位继承这门风，你知道吗？你连腿脚都不利了。文顺呐、啊，什么事儿？正月了也是礼儿啊，正月了初三四儿啊、嗯，单位里放年假，我们两个去串门儿啊。上哪儿啊？转回身呐来，叫文顺 啊，你过来吧，有点事儿啊，看看外面有没有风丝啊，咱们两个人啊，不是孩子啊。当天去当天回啊，看一看我爹我妈你的老丈人啊，哎呀，回娘家。文顺心中想啊，我算什么东西啊？你算什么东西？哎，不是，什么叫我算什么东西？拿点什么东西、啊、带点什么礼物？拿点什么东西？对，拿点什么东西啊？曹四高大拔尖儿，马粪来一斤儿啊？没有马粪，没有啊，曹高这一样来一斤儿啊？转回身呢、啊、来，打开箱子柜儿 啊，取出来我的新上衣啊，裤子本是塑料底儿啊，毛料的，毛尿毛尿。毛料的，毛料的，毛料底儿啊！对，与你那天刚买底儿啊，新的，到今天穿上它还是怎么合身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平常舍不得穿。二人往前走 啊，来到了丈人门儿啊，到了七大姑八大姨儿啊，迎出了人一群儿啊、哦，丈母娘接过孩子亲了个嘴儿啊，瞧瞧，呸，那不是亲，呸，不是，孩子没照的，没这样是吧？哦，亲了个嘴儿啊、哎嗯，这个孩子啊，真有根儿啊，怎么样？头大耳的双眼皮儿、哦，不像他的舅爷，不像他的爷儿 啊，真像这个他的爹呀、啊，叫我土高子儿啊。谢谢各位朋友啊，嗯，能耐是假的，力气是真的啊。这个相声就得这样啊，得让您啊听完之后高兴。对，他得有包袱，有笑料。哎，娱乐吧。你说俩人跟这儿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一个乐的没有，那怎么办？对口的《北京晚报》是吧？念报呢？这不合适，是不是？嗯，跟张先生合作时间挺长的，有几年了。哎，有三四年了。嗯，我们爷俩可以说呢是忘年交。对，是忘年交朋友。张先生这人呢、啊，哪儿都好。哪儿不好啊？嗯，哪儿都好，总有不好地儿。哎，我马上就要说到这个问题上啊，马上到这儿。下文就是他，张先生哪儿都好，就有一样缺陷。哪样？这个把钱看得比较重。挣钱不容易啊！我这是勤俭持家，这个不怪您。对，这真不怪您啊！怎么了？因为什么呢？后台都知道张先生财迷。我什么财迷啊？都知道。你上家串门去，整十二点，你上家串门，怎么样？全家正吃饭呢。啊，哎，小黄哥，窗户瞧来人了。嗯、啊，全家人马上都不吃饭，一人举根牙签上客厅坐着去。你看，让人家吃不够，剩的没法让。假装是吃完了，我们这没有什么包袱。其实他这个是家传、哎，你知道吗？什么家传、啊？他父亲也这样。是，当初张先生十五岁左右吧，啊，他父亲把他叫到跟前来了。怎么样？来来来，文顺，来来来来来，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嗯。有的话该告诉你了。说。我讨个大说呀，我是你父亲啊。我爸爸没这么合计啊，这不用讨大说。他厚道，你是厚道。什么厚道啊？真说。咱就这么吝吧，就这么吝。什么这么吝？啊？瞧这意思是假的似的。真我听人说。我爸爸这是真的。外边人都着我讨个大说呀，不都这样？什么叫这？爷俩就别这么说了。不用了，不用了。爷俩不用这个。我他说错了。哎，咱们家有一门风，知道吗？什么门风？你从今儿起来，原来你小不能要求你，现在你大了。哦，
你出去走道你不能这么昂胸抬头的，知道吗？你得低点头了，你保不齐踢出什么东西，你知道吗？让我捡钱包。咱家的门风不捡东西就算丢。上面家这门风必须得这样。拿着去张先生继承这个了，继这个了，走道低头，到现在还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知道吗？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这一撂饭碗出去散步去，知道吗？出去给自己定规矩。定什么规矩？必须捡够多少钱才回来睡觉。哎呦妈呀！啊，就出去，这出去那，这儿低头瞧，刮多的风，下多的雨，都出去啊，都捡。几十年如一日，呵，那天出去吃亏了。怎么了？刚出门没多久，地上有一张十块钱，倍儿新，呵，新的，真的，十块钱。周围没人啊，没人啊。张先生赶紧过去，一脚踩住了。什么意思呢？为了蹲下假装系鞋带儿。对，其实穿的是拖鞋啊。踩住了，那还系什么鞋带儿？蹲下，刚一伸手，刚要捡啊，还得抬了脚才能捡呢。嗯、一抬脚，这钱，嘟，有风，往前走一块，还刮点小风，还有跟着走。哎哎哎，没往前走，你瞧瞧，跟着走吧。嗯、其实说良心话啊。这是一伙子坏人呢、啊、打算算计张文顺。哦，我哪知道，帮绑匪。我哪知道啊，打算绑架张文顺。瞧瞧这楼子，因为什么？他出来进去，呵，这人穿的也讲究，戴眼镜，跟认识字似的，是吧？什么叫认识字似的？肯定是家里有钱，知道吗？以为这样打算绑他。嗯，做的这个一张钱呢，上打眼儿，拴了一根那个钓鱼的鱼线。你瞧瞧，拿这当鱼饵了。多长的鱼线呢？多长啊？三尺来长，哦、知道吗？他只要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就看见这人了。他没抬就光低头，我见钱不抬头。人家呢，人就这么瞪着啊。对，来过来这边走，来，来，他就低头跟着。哎，我跟着。哎，他住劲松，一直跟着廊坊。我够车钱吗？我、啊，我够车钱吗？我这不觉着累啊？看见钱了，反正跟了不近。听着，到跟前到廊坊了，廊坊郊外啊。刚一伸手，人家过来人被摁住了。四个人，跟前四个人，哎，都跟着他看着他。你看，他愣没发现跟前有人，跟我窝在这儿了，眼里光有钱了，都捆上了。就因为十块钱，你说至于吗？捆好了，那个还说了。把他腿打折了，装麻袋里扛走。那时候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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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攥着这钱在他眼头里，来这边来这边这边，我这儿捆着就跟人走。瞧见没有？一直要走到杨村啊，人这个窝点在这儿了啊。一进门，这几个头都在这儿弄来了。行，坐这吧。他们叫绑票、啊，给家打电话。对，家里真有钱。对，一打电话，张夫人接了，我媳妇接的。哎，谁呀、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告诉你啊，啊，张文顺在我们手里边了啊。瞧瞧，我们是绑票的，明告诉你，勒索钱财，明告诉你要钱。瞧瞧，哎呦，你们可别动他呀，别打他呀，给我媳妇吓坏了，不都骂他都不许啊。这是你有要求你们就提 啊，没什么要求，就是要钱。啊，行行行行、啊，钱的事好商量，你们得对他好。嗯、不过咱们丑话说头里边，怎么说？超过100块钱你们就撕票吧。啊，但这段是真的，这段更是编的，这段没人信。这个开玩笑，张先生的家里边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仗义疏财，挥金似土，没这事。因为什么呢？这个大伙不了解，我了解。嗯，从张先生的父亲来说啊，说我爸爸，你别拍这儿，说我爸爸拍这儿干嘛呀？哎，手上不要有动。他爸爸这人呐，撇大嘴也不行。那么写事儿，怎么那么写事儿？撇大嘴也不行。就我替你形容啊，行，甭想，就他爸爸就这样吧，是吧？你甭管了啊！你说我父亲怎么了？父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武术家。这不假，打我爷爷那儿就得，是不是？对。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哎，带尖的，带刺的，带棱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的，带峨眉刺的，嗯，没有不会。反正最了不起啊，最了不起啊！是什么？他父亲练过寒暑不侵的功夫。寒暑不侵，你给诸位介绍介绍。这个说出来都吓人。哎，什么叫寒暑不侵？对，就是冷热都伤害不到他父亲。就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拿冬天来说啊。啊，冬天-30度，怎么样？冷不冷？冷。谁也不出去啊。嗯，都跟家待着。我爸爸，他父亲出去。你瞧瞧啊，临出去之前把身上棉衣裳都脱了。哦，上身穿一个小背心儿。背心儿、啊。到这儿吧，小背心儿。哦。背心儿，挎袋儿，挎袋儿，挎袋儿背心儿，啊，底下穿一个日本相扑的裤衩，呵，他没码儿呢，光了脚，穿双拖鞋，瞧瞧，啊，还特意把头都剃了，剃光，剃光，大秃脑袋不是亮着呢，你瞧瞧，端着一杯酸梅汤，带着零茶，你瞧瞧，喝着，这手拿一把大扇子，嗯，出去站在风口上，啊，西北风着，啊。那我爸就不冷吗？一点都不凉。那为什么呢？你在练功夫，你瞧，你不服行吗？这是冬天，冬天，夏天更了不得。夏天我爸爸怎么练？-50度，
咱们活不了了，都跟家待着，开空调。这赶上火焰山了，啊，屋里开空调，不敢出去啊啊！有时候外边河边上树荫底下铺个凉席儿，嗯，跟那儿凉快着。实在不行下水，嗯，游泳去，心里泡着。我爸爸呢？他爸爸没事儿，怎么了？这日子贴身啊，怎么样？三保暖的绒衣绒裤，毛衣毛下练三伏，毛衣毛裤，呵，棉衣棉裤，呵，瞧瞧这贴身啊啊！再穿上一个大棉裤子。啊，棉裤子外边再套一皮裤，皮裤子，个皮裤子，大皮的，大皮裤子，有这么长的毛，嚯，嗯，毛冲外，哦，让大伙看看多大功夫，我这大伙瞧瞧显不显啊？上面穿着，上面皮袄，大皮袄，皮袄呢？毛冲外，哦，毛也冲外，皮手套，皮手套这毛，毛冲外，哦，冲外，大皮鞋，皮鞋这毛，毛冲外，瞧瞧，大皮帽，呵，皮帽子这毛，毛冲外，你瞧瞧。皮耳套，耳套这毛毛冲外，你这玩意儿皮口罩，口罩这毛毛冲外，你瞧瞧，皮眼镜啊，毛冲外，呵，那我爸爸这不热吗？都穿完了，浑身上下跟一张整皮子似的。是啊，当然了啊，那他热不热？超过50度他也热，他热了怎么办呢？热有办法啊，怎么办？找一台阶往这一坐，手一拄着，你爸爸是那口啊。啊，这是又来了，是不是？这寒暑不侵，为什么敢跟张先生开玩笑？善脸啊！哎，老爷子人厚道。说句良心话啊，良心话，我们两个人之间啊，啊，就是跟那个就跟爸爸儿子似的，这么近乎。哎，你要先比划这边，再比划那边，我不挠你。哦，你这个是方向反了。哦，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啊，怎么样？就是如同啊啊，爸爸儿子这么。说什么什么呀？行了，嘴也笨，你别行，你甭管了，我脑子反正啊，人大伙看得出来，咱是爷俩疼我疼，特别疼人。哎，我说良心话啊，比我亲爹对我都好。那这谁让处处照应我？对，前两天我感冒，到今儿您听得出来有点浪鼻啊。对，我感冒没人管，就他。嗯，带着我看病打针吃药，跑里跑去楼上楼下挂号，不是吗？说实在的，我是真是很感动。哦，就是咱们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嗯，百日床前无孝子。这话用这儿也不对。嗯，这话我病了，你这样这么是吧？对我特别好啊。你就拿今儿中午来说，怎么样？我们到剧场演出，嗯，刚一拐个弯儿来啊，啊，也不谁家养的小狗，跟那儿跑，小狗跑着跑着跟那儿蹲下了，小狗解手啊。对，拉了一个小屎橛子，那跟地上，我人大大咧咧，我差点踩上，我走道扬着脸，大伙儿知道张先生是这样走道啊。对，我要捡钱包，对，捡钱包，我就要抬脚了，张先生，哎，别动，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了？踩上，哎，别动，你别动，对，干嘛？屎，呵。得亏尝尝，要不踩着了。